这么说，我如果不是大比分碾压，就算我输，好不好？大比分是多少？我觉得16会赢9题。兄弟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是小明基，我们还是跟文卓和小乔一起来玩这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游戏。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我们两个需要轮流演奏符合题目的音乐，答错重复或者没演奏出来就输了。先赢三局人将获得行你厉害的荣誉称号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我赢了。春夏秋冬四季，我还是这个，我还是二路骑车啊。2002年第一场雪，那不是四季，你下雪了。下雪算了，好。什么东西？哦，我要二第四季，可以。直接四季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曲子被办了啊，没有被办，行了，办掉了。那你要不要春夏秋冬都拉一遍？吹散你吹，吹进风这个算被风吹过的夏天。OK， 可以。夏天的风秋天没有，你提醒他完了，裁判过来多嘴了。我刚才想到这个，黑色毛衣，黑色毛衣，可以。
力很大的上面，一下脑子容易短路。哦，终于想到一个啊，写一下，记下，记下，写一下，敲了敲了敲了，十，啊。红模仿，可以可以，红领巾的红色可以，不是一面吹了，一面吹了，一面的白塔，要死啊这个游戏，赶紧十秒钟接到就行了，十，十，九。八四三，那个人，稻田是有颜色的。稻香稻，你要直接喊颜色吧？那我不能，那我拉什么东西都有颜色、啊。你没问你说是有颜色啊？颜色当然有颜色。不行，那肯定不行。五秒，五，五，哎哎，你肯定不行。那我随便怎么着？三，三怎么就五秒了？你就五秒太少了。十，十，十，九，三。我要敲完了，有人想不出来了，想不出来。敲什么敲？我直接敲死。等一下，关键的第三局啊。说个简单的啊，你想是酸甜苦辣可以演示。好，跟眼神，表面意思也可以，有味道就可以，对吧？对 ，OK。什么？心酸，可以。我会了，会了，可以了。你嘲讽的。这是铁定的吗？是的。你刚山药蛋糕搞起上了的，有点道理，有点道理，哎，有点道理。那现在就可以往食物上猜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有味道就可以。苦。啊，可以，秋刀鱼，秋刀鱼，秋刀鱼和石榴啊，真的，对对对，秋刀鱼和石榴。啊，行行行。这味道，新鲜的新鲜的，这算吧？肯定算了呀。这个算了，名字味道。哦，我又想到一个。我真的很烦啊。酸酸甜吃味有，这东西吃的吗？吃的，真的很烦。我跟你说，他们敲的时候肯定铁铁气，肯定想也想不出来。咱们就玩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花。我上来就想这个，很讨厌。太多了，他能多粗吗？
故事小故事小花，故事小花。故事的小花，难怪就这几首。我就只希望在他想不出来上，弹幕上肯定有一百首歌，绝对的。哎呀，想出来了，哎呦，想出来就舒服了。大家都爱了，可以、哦、这个能算吗？算。不是梅花，这是梅花、啊、梅花对的、哦、我其实想的是雪花，但是 他撞到梅花了。我不快，他撞到梅花了，我抢的是雪花。可以，我有点战斗力了啊。你再撑着，计时了。哎，怎么就计时了？计时计时，这太快了。是不是好啊？哎来了，很关键啊。你比韩多一环有什么花呀？哎，这个歌叫啊啊牡丹，这是牡丹。这不是五环。这个歌不叫，这个歌不叫五环，这个叫牡丹。牡丹对的对的。啊啊牡丹，百花丛中最显眼。对的。长知识了吗？长知识了要输啊。可能就是绝杀了。这个完了，弹幕上还有很多话你可以选。你并不知道。我真的人没了。哎，这就没了，马上要出叮当叮当当叮当。十，我想到九失败者的感言，碾压，好吧，这个狠话没有白放嘛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玩十盘应该是9-1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趋势？
多听歌。你多听歌要多听歌。我听的歌也不少，但是多吃几个核桃。脑容量不够了，肯定是。你现在要想想，你下次的巡演你怎么样也赢回来？能赢，能赢。哎，你说下次小比分输可以。下次是输的好看一些。不，你们三个已经合起伙来对付我吗？就是累了。没睡啊，行，累了，没睡好，没睡好，下次睡好就能赢。小明说他下次睡好了，我们能赢。OK，OK，OK。那我们下期见。下期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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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。完了，头发还少不少呀、啊？哎，这太这好紧，是是，但是蒙了。